同学，你的头发没有扎起来哟，还有工作服也没有穿上。我去关起。好，可以。非常的不稳的。你怎么可以拿我的工具？借一下嘛，哎呦，不借。那你都借了，那你就帮我做吧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就对了。不要拿同学的工具，不要请同学帮你做。你是谁呢？哇，有像你的啦。最好是啊，一点都不像。你今天晚上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？想你嘛。讨厌。哎，同学，考试中不要讲话哦，来分开坐。同学，不要交换工作岗位，先回去吧。Okay.